老常，郡主都洗干净了。郡主，陷阱已经布置妥当。很好，这次行动大家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你？哦，这家伙只在午间行动，现在正是时候。你呢？这身形啊，犹如闪电，而且狡猾得很。你？而且水性很好，它是条鱼啊，它水性能不好吗？这千寻鱼百年难求，大哥让我抓它，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好打消参加四国大赛的念头。我是一定不会让它得逞的，郡主。我们已经设下天罗地网，就算那锦鲤越得了龙门，也逃不出郡主的手掌心。好，记住，一定要给我抓活的。是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陷阱有反应了！好大一条千寻鱼，鱼来了，鱼来了！你们干嘛呢？去啊！哎，慢点，别把它吓跑了。赶紧把它翻过来！好，好，好，快点！还有呼吸，看来是中毒了呀。哥哥说过，毒气攻心，神仙也救不活。竟敢脱本！竟敢脱我衣服！竟然有比本郡主还不讲理的人，给我把他抓住！嗯？干嘛呀？给我上啊！知道了是绝对不会饶了你的。你谁啊你？我是谁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喂，我们小姐问你话呢。你没资格知道。大胆狂徒，你知道我们小姐是谁吗？天宇国亲王之女，青宁郡主。所以呢？你就
就是没有遇到过高手才如此目中无人。要是我哥在，早把你打得屁滚尿流了。他可是四国大赛冠军的头号热门呢。四国大赛？你不知道？哎呀，哪来的土包子呀？连四国大赛都不知道？这可是整个中原最大的盛事。天宇、流云、风操、惊雷四国，精英进出，齐聚最猛城，是所有有志之士都不会错过的赛事。这醉梦城或许能找到关于我身份的线索。如此说来，你们是要去醉梦城？对呀、啊，我看你武功尚可，是不是想去见识见识四国大赛？哎，你说把我放了，我可以带你去。我只需逼问出醉梦城在哪儿即可，何须放你啊？拜托，明明是本郡主救了你，你却以德报怨。有拿这个玩意儿救人的吗？那你就跟我去醉梦城嘛，这样子我哥就可以给你很多很多很多钱。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啦。口说无凭。要不然我拜你为师，这样子我哥一定会对你以礼相待。郡主，你真要拜这人为师啊？废话，这是缓兵之计。拜我为师，算你赚。不过念在你尚有诚意的份上，本公子就勉强遂了你的愿吧。那请问师父什么时候可以帮我把绳子给解开呢？不着急，正好本公子现在饿了，为了庆祝收徒，今儿就把这鱼给烤了吃了。